横着的写，横着提笔向上写，提顿有撇的写法，要短一点，然后再轻轻的转着过来稍按，向左下方有粗大的写。那我们注意什么呢？帮着起笔横向右上方斜，到转折处稍微顿粗一点，再向下斜行笔，有粗倒斜，转折处要轻要圆润，不要写到直角，再向右下方斜稍按一下，到这个地方按笔向左下方写出去。提按转折处要自然，顿这个横方向是向右上方，那这个是向右下方，这个是要直一点，这个是稍微弯一点，这个直而短，这个弯而长。撇有粗倒细，几字再写横折折撇，提按向下。那笔要靠上起笔，竖笔撇的起笔刚好是在横的中间，为了避免雷同，这个横要向上，这个要向下，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这样子的话，两个都是向上斜的平的，平行的话都显得有点重复，所以说我们尽量避免这种重复。那这两个撇，一个稍微直一点，一个稍微有点弧形，这样有所变化，上面的空间要紧促，横折折钩，提按转弯轻点，顿笔勾上去，横应该是方起向右上方斜行笔，到转折处要顿要粗一点，在转弯处要自然，这个角应该是跟上面对齐或者偏左一点，角度在笔画中间勾内圆外方，不要太长，勾出去。轻入笔稍顿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到折手提按向左下方斜行笔，由重到轻，转弯处轻一点，顿笔上去，方向要变化，横要向上斜，这个向右下方斜，这个要折而短，这个弯而长，还有弧形，乃至先写撇，有粗到细，然后再写横折折钩，顿笔向右上方斜行笔，提按转折处向左下方轻轻的转弯顿过来，撇在横画中间的地方起笔，收笔的地方要跟勾的地方要有错位，不可在一条线上，勾应该是基本上在中
肩偏右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竖折，露峰露鼻，然后对，然后调整中峰向下行笔，由重到轻，到折处向左带，然后压下去向右行笔，到末带的时候提按回峰收笔，要有高低变化，左低右高向右上方斜，在转折处用方笔就可以了。三，先写中间这个竖画，以顿笔向下垂直行笔，要长，再写竖折，顿向左，然后轻顿一下向右，最后一个竖画要出图，轻轻的收笔，不要使漏锋太尖，左右间距基本相等，三个竖长短要有变化，还有斜的角度不一样，这是垂直的，两边往中间去斜，但是斜的角度不一样，这个要出来一点。撇折，漏锋起笔，漏锋起笔稍顿向左下方斜行笔，由重到轻，到转折处轻轻提按向右下方，由轻到重的平笔，形成两突，粗中间细，由粗到细，这由细到粗的过程，转折处不要太重，要轻，顿笔轻轻的向右下方边行边按收笔，也可以稍微回，也可以直接写过去。女字，起笔在竖中线上向左下方斜行笔，到转折处轻轻顿一下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收笔，撇要靠上点，它们的间距要离得紧凑一点，出来的话要短，横左低右高要长一点，略微带有弧形。中间比较紧，三要长，长的，长的，这边要长的，这样会比较好看。